就我將神的話藏在心裏面，這個信息是很重要的，希望大家時時的心是有神的說話藏在心裏面。有些人想到耶穌的說話，就有些人的興趣不是很大的，他說、服侍祈禱有醫治、很有興趣、服侍祈禱睡得好有興趣、但是呢哇要看聖經又要念心要念金句，哇覺得很難。這個就是人的錯誤的觀念。咁咧點解咧？因為其實人咧好多時咧，個心裏面藏咗啲乜嘢咧？嗱，呢度你睇下呢度有啲咩嘢嚇？電視劇明星啦，有好多人咧就記得曬喎，即係嗰啲下面嗰啲八卦新聞啦，即係嗰啲就記得好多喎。跟住咧人嘅唔好啦，即係有啲咩唔好啊？傷心嘅嘢啦，困難失敗，即係好多人咧成日都諗埋呢啲唔好嘅。譬如話有啲人天生失敗者，你係天生嘅失敗者，即係諗埋我係失敗者。當你成日裝住呢啲嘢，個後果係咩咧？係破壞性嘅。但係好多人往往就諗呢啲嘢喎，個心裏面就諗邊個唔好啊，邊個對我咩唔好啊，有咩人虧待我啊，即係總係諗呢啲嘢。咁啊裝埋呢啲嘢，結果係點樣？其實呢個世代我哋見到好多問題，好多人有情緒問題，好多人有失眠，好多人有各樣嘅精神嘅問題。其實情緒問題嘅喺香港人都個比例已經係越嚟越高嘅。咁啊，亦都好多人其實佢冇去。即係話我有呢個問題，但其實佢個內心裏面都係好多嘅污穢，好多嘅唔好嘅嘢。咁你想將生活係咁樣樣咧？你想日同呢啲負面嘅感覺掙扎，死啦！我要點樣？我要點樣？我要點樣得勝？當你成日都喺呢啲嘅掙扎嘅時候咧，係辛苦嘅。但如果你成日有神嘅説話咧，因為神嘅説話係好安慰同埋好有鼓勵性，好有力量，佢有好多應許係好多好嘅嘢嘅。嗱，如果簡單例子講，譬如有人應承話你嗱，以後咧。你有咩困難，我一定幫你嘅。你有經濟問題，我又幫你嘅。如果有個人咁同你講咁啦，哇！呢個人我真係一定要，即係你會好珍惜呢個人啦。嗱，呢個就係神啦，神就係佢真係會幫我哋。咁你話又唔見啲錢喺天度跌落嚟，咁你即係有啲人會咁樣講喎。但其實你信耶穌係神一路一直會幫你嘅。我自己經歷過經濟困難，神唔會話即刻你一經濟困難，嘣一聲啲錢落嚟。不過我哋每一日係冇飯食嘅，我未試過一日冇飯食，但係咧。嗰啲經濟困難可能到某時候咧就會有困難喎，但係我哋親近神嘅時候係佢嗰啲問題係解決，雖然唔係喺我哋祈求嘅第一日，唔係一開始馬上就得解決，但係神係始終有佢嘅計劃啊！咁呢個就係希望大家咧喺個心裏面咧時時睇到神嘅説話。嗱，詩篇119篇嗱，一齊講一講詩篇119篇，一齊講啊！詩篇119篇係全本聖經裏面咧。是特別講到聖經的一卷書嚟嘅，係好長嘅。佢係希伯來文，按照佢嘅字母，每一個字母開頭由佢第一段、第二段咁一路好長嘅，係全本聖經最長嘅一章嚟嘅。咁呢度咧，我就抽取一啲嘅重要嘅部分，我哋一齊讀喺第九節。少年人用什麼潔淨他的行為呢？是要遵行你的話。11節，我將你的話藏在心裏，免得我得罪你。18節。求你開我的眼睛，使我看出你律法中的奇妙。68節，你本為善，所行的也善。求你將你的律例教訓我。92節，我若不是喜愛你的律法，早就在苦難中滅絕了。105節，你的話是我腳前的燈，是我路上的光。130節，你的言語一解開就發出亮光，使愚人通達。嗱，呢都係咧詩篇119篇講到神嘅説話。而事實上，佢的而且確係咁嘅。少年人用咩潔淨佢嘅行為咧？就係遵行你嘅話，即係話其實我哋見到好多全世界而家全世界各地嘅少年人咧，都面對一個危機嘅，就係因為咧佢哋好多放縱啦。我曾經咧喺外國嘅時候，我見到有班學生放學喎，你估佢做乜嘢咧？佢即刻攞嗰啲筆啊，嗰啲唔使甩嗰啲筆啊，即刻就喺個巴士度不斷咁寫嘢，係咁寫嘢。個巴士已經裝咗相機嘅，但佢照樣寫喎。同埋咧，喺嗰間大學啊，個市立大學嘅周圍嗰啲住屋嘅人啊，佢哋話佢哋投訴咩咧？佢話佢哋嗰啲車轆成日俾嗰啲學生吉穿，佢哋嗰啲屋咧成日俾人噴油啊，畫嗰個面頭，畫嗰個牆啊。當佢油翻好。佢又再噴過，令到佢哋非常之真係好辛苦。
亦都有好多少年人，佢哋唔肯做讀書，唔肯做工，即係真係咧個生命好多問題。但呢度話乜嘢咧？少年用咩潔淨佢行為？佢生命可以得潔淨咧，就係神嘅話。神嘅話真係將個人咧改變，變成一個開心快樂、積極嘅、祝福人嘅一個人啦。我將你嘅話藏喺心裏，免得我得罪你。呢個經文咧就係正式我哋唱呢首歌嚇，即係希望你唱嗰首歌嘅時候，你變咗你記得嗰啲歌詞啦。我將你的話藏在心裏，免得我得罪你。大家識唔識念啊？我將你的話藏在心裏，免得我得罪你。即係你嘅心成日有神嘅話藏喺心裏面咧，就免得我哋得罪你。並且咧，藏住神嘅話，仲有好多好處嘅，就係你會有好多神嘅應許啦。神應承咗你，我會幫你，我會祝福你，我會加力量俾你，我會醫治你，我會賜俾你能力，我會提升你嘅生命。我嘅生命有奇妙計劃，好多好多各樣恩典，係你一生捉實受用不盡嘅。即係我一生我都係睇到，我真係睇到我嘅生命咧係神係樣樣鋪排，每一樣都有佢鋪排，有佢嘅目的嘅。有十八節，求你開眼睛，使我看出你律法中嘅奇妙。有很多人咧，佢未信耶穌，佢就覺得神嘅説話好悶啊，咁啊，即係第一個反應。但係咧，當我哋認識神同埋經歷神，一路跟從神咧，就發覺神嘅話語嗱，呢個講律法咧，佢唔係只係講到神嘅律法嗰方面嘅話語，講到整體嘅，因為律法有啊聖經裏面有狹義同廣義，廣義係講到全本聖經，狹義咧就係講到神嘅即係恩典同埋律法呢兩個比較，一個律法即係神嘅要求，但係呢個所講咧就係講到全本聖經嘅。就係、是、睇到聖經嘅奇妙啊！因為聖經佢會令到人嘅思想改變，有正面嘅思想，有信心，整個生命被提升嘅。羅八節啦，你本為善，所行的也善。大家有冇留意呢句兩句説話？係同我最近嘅教導有好類似嘅，係乜嘢咧？你本為善，你本身係善嘅，你所行嘅也善。有冇印象咧？發揚神屬性查經法同埋講道法。你本為善，你的本質是善的，是吧？你本質是善的，你所行的是善，亦都是神的恩典，即是他的本質先。首先我們認識神的本性，他的屬性，然後他所行的也善。求你將你的律例教訓我，就是神將他的美善。其中一件事我們看聖經和祈禱都可以這樣，神啊，我願意經歷你的美善更多，活在你的美善裡面，讓我們的心裡面好像神那樣柔和謙卑，心裏面咧係有神嗰種平安、喜樂同埋愛嘅。九十二節啦，我若不是喜愛呢律法，早就在苦難中滅絕了。即係苦難中咧，人可以兩種嘅滅絕，一種係俾敵人滅絕，第二種咧就係喺困難中咧失望啊，冇曬盼望。但係咧神咧係可以俾我哋有盼望，並且保守我哋嘅平安。其實我諗翻，我曾經踩過老鼠尾，又唔知道。俾佢即係俾佢咬咗，我知道俾佢咬咗，不過我唔知道係可以有鼠，就由得佢。但係神又醫保守我冇事。我曾經有一次差唔多俾個眼個鉸剪撞到個眼，即係其實撞到呢度啊，差唔多個眼就冇咗噶啦。我亦都曾經另外一次有一條即係有彈性嘅植物，而佢上嗰個刺一彈過嚟，彈喺我眼嘅隔離，彈歪少少，我眼又盲咗佢。亦都有曾經試過係差唔多個車撞車。呢啲都係神保守，所以即係話神你真係好嘅，你係真係保守我。如果唔係神嘅保守，我哋生命可以冇咗嘅。由第105節啦，你的話是我腳前嘅燈，係我路上嘅光啊！你好少行條路冇光嘅，冇燈嘅。如果你行山有時試過，咁你一定要開攞電筒喎。如果你唔攞電筒，你可以行咗個水潭，你可以行咗落任何危險嘅地方。但係咧，當我哋行嘅時候，即係喺神嘅裏面咧，佢就係我哋腳前嘅燈，路上嘅光。我試過喺宣教旗嗰個地方，哇！佢哋嗰啲地方真係非常之恐怖。嗰啲坑渠係冇清理冇通，嗰啲坑渠係結塌塌。我一次睇住幾隻狗喺度跑，有一隻蟲一聲跌落嚟，哇！佢係咁啊，成一輪先出翻嚟，成隻狗都係結塌塌。咁咧即係。如果我哋眼睇唔到我哋路嘅時候，可以好危險嘅，即係嗰條跌塌塌都可以沖涼沖翻啦。但係如果行咗罪嘅路，係後果係非常之嚴重嘅。130篇，你啲言語一解開就發出亮光，使愚人通達。就係神嘅話語一解釋嘅時候，哇！原來神嘅話語咁好嘅，
原來神有咁多恩典嘅，神有咁多慈愛同埋醫治嘅，咁你咧整個人就如人就通達咯，就你嘅思想就敏鋭啦，你嘅思想就更加有聰明智慧。感謝神，我將你的話藏在心裏，免得我得罪你啫。心裏面充滿嘅都係神嘅話，唔係充滿垃圾，唔係充滿負面嘅嘢，唔係充滿困難。嗱，呢個係邊個咧？有冇啲相似嘅樣啊？你呀、啊、这个呢是在我在、我不记得是大约中午啊中七啊左右时候的相片的。那在那时候呢我就在、那时候的屈臣氏曾经托起水了。这个车呢就不是屈臣氏的，这个车呢就是可口可乐的。那呢就即是总之一些古老式的、载汽水的车。那我曾经暑假呢就在那里托起水了。咁我嗰陣時托咧試過咩咧？兩盆大水，即係24樽，托上膊頭啦。三盆細水，並且有啲行落去，我哋最深刻印象就係龜背灣。我唔記得咗幾多級啊，唔知200幾級定300幾級，係一口氣一定要落，一定要落到底，你唔可以中間停。因為凡係呢啲上膊咧，一定要揾個高嘅地方落膊㗎，你唔可以落個地下落唔到嘅，淨全部爆曬就即刻嗰啲玻璃就吉落啲血啊，嗰啲腳嗰度好危險㗎。所以我們一定要學到下低有個台，跟住我們就放低，是成200-300級樓梯龜背灣。我當時就是曾經做這個，都是一種對我身體一種操練。那那時候我就因為托汽水，我們周時是那時間不是用完的，那有時甚至呢司機就車了我們去某處在睡覺的休息一下，因為送完汽水送完，但又未夠鐘放工，那就沒得放工的，車咗去某處咁啊，瞓喺度咁啊。咁嗰陣時咧，我就買一本細聖經啊。嗰本細聖經咧，大約同呢本同呢本嘅中間。而家我上網揾都揾唔翻喎，細細本嘅，我就擺咗喺個褲後袋嗰度。我咧就攞住佢。嗰陣時我信咗耶穌，我真係好中意耶穌，好中意神嘅説話。我就坐喺個車嗰度咧，冇嘢做嗰陣時咧，我就攞出嚟睇啊，喺度念同埋喺思想啊。即係有啲金句，我就喺嗰時候去念嘅。我念金句當然唔係淨係嗰時候啦，但係呢個習慣啊，即係喺教會裏面亦都有念金句嘅習慣，就係咧，因為當人念咗金句，真係好多地方有幫助嘅。咁我就喺嗰時候開始咧，咁樣念金句咧，就變咗好多金句咧，就喺我心裏面啦。咁我希望大家都會珍惜。其實咧，你想唔想老人痴呆症啊？大家都唔想啊。你想你的腦更加活躍，你念多啲聖經，你想多啲聖經，你的思想更加敏鋭。但你開始的時候覺得哇朦朦朧朧，看完又不知道講乜嘢。有些人看不慣書啦，咁喎，睇完一段講乜嘢唔知道，睇咗字個個字都睇到講乜，不過睇完咧唔知道講乜，因為個思想唔得清晰啊。咁你越睇聖經，你的思想越清晰嘅，比一聽人講嘢越清晰嘅。呢個係我哋需要，如果你想俾神使用，我哋係需要喺呢方面操練嘅。嗰時我啲頭髮好濃嘅，每次咧要偷薄啲頭髮嘅。好啦，將聖經藏喺心裏面，成日記得有咩好處咧？一生受用不盡，能一齊讀啊！第一，能捉緊神嘅應許，對神更有信心，隨時得安慰，隨時得力量，隨時幫助人，除去負面思想。嗱，呢度咧講到不同嘅幫助。第一咧，有好多神嘅應許，神話咗先求佢嘅國同佢嘅義，一切加俾我哋。話俾我哋聽咧，嚟到耶穌嗰度咧就當安息啦，勞苦擔重啦，可以得到安息嘅。耶穌話俾我哋聽，神咧係眷顧我哋，我哋未求以先，神已經知道我哋嘅需要嘅。呢啲應許咧，我哋捉實。當你捉實嘅時候咧，你對神更加有信心，你更加認識神係幾好啊！當你認識神幾好嗱，我而家同以前好唔同，我以前都好中意神，但係而家我越認識神多啦，我真係好中意祈禱嘅，我真係好中意親近神，我又好中意服侍神，因為我睇到神係好好啊。咁所以咧，對神更有信心，更加認識佢，同埋隨時得安慰啦。隨時有咩煩惱，一祈禱即刻有力量，即刻諗到聖經嘅説話，就係人講嘅説話，我唔使放喺心上。其中一樣就係話，聖經裏面講到就係有耶和華幫助我，我必不懼怕，人能把我怎麼樣咧？神幫我，我使乜驚咧？咁於是咧，我就算有人攻擊我，唔使驚嘅。如果唔係從上頭賜俾佢，佢毫無權柄辦我，咁我捉實啲應許。人哋做咩嘢我都唔使驚嘅，人哋傷害我又唔使驚嘅，咁我心咧就平穩安靜，成日都安慰啦。
隨時有力量喎，因為神應承我哋賜俾我哋權柄，可以踐踏蛇同蝎子，有勝過仇敵一切嘅能力，斷毀什麼能害我們的。咁變咗你就有力量啦。幾時有力量？有隨時幫人啊！你傳福音同埋你幫助人嘅靈命啦。我諗起經文，你等下先，等我查下先，等我查下先。咁嘅時候咧，你查得嚟咧，已經過咗時候啦。咁我哋能夠熟悉一啲經文，兩種熟悉，一種咧就係唸到出嚟，另一種咧將個意思講得出嚟。你講嘅意思都 OK 嘅喎，最好唸到出嚟啦。然後咧，除去負面嘅思想，因為你心裏面裝滿曬神嘅思想咧，於是你嘅思想係正面嘅。就算人哋點傷害你，唔緊要，因為神會祝福我，於是我唔使放喺心上嘅。嗱喺呢度咧，我就會講出幾樣嘅聖經對我幫助，一齊讀啊。聖經叫我們認識神，我對神有信心啊，即係認識神幾好啊！認識神嗰種嘅美善，哥林多後書一章二十節一齊讀啊。神的應許不論有多少，在基督都是是的，所以藉著他也都是實在的，叫神因我們得榮耀。嗱，呢度講到咧，神應許嘅嘢咧，無論有幾多啊，就算係幾百句，係咪會流感啲咧？唔會嘅，神係好有記憶力嘅，佢唔會，佢應承咗一定會做，並且佢個個人都做，佢唔會漏咗啲嘅。神嘅應許無論有幾多喺基督裏面都是是的，都係一定係嘅，個答案係 yes。永遠都是一定的，所以藉著祂也都是實在的，就叫神得到榮耀了。西方書三章十七節，他在你中間必因你歡欣喜樂，默然愛你，且因你喜樂而歡呼。就是你認識神，原來神是一個開心的神，是歡喜我們的神，喜歡和我們一起的神。以賽書四十九章十五節，婦人焉能忘記他吃奶的嬰孩，不憐恤他所生的兒子，即或有忘記的，我卻不忘記你。咁呢經文都話俾我聽，神咧成日掛住你，所以你記實神成日掛住我。嗱，好多人咧，佢哋有困難咧，就話神都唔記得咗我，神都冇幫我，就因為佢冇捉實呢啲應許啊。當你捉實啊，念咗唔係代表你捉實喎，念咗就話我念咗之後，我記實，我應用。好啦，然後聖經咧造就屬靈嘅生命，同埋安慰勸勉我哋，即係造就安慰勸勉。哥林多前書十四章三節一齊讀下。但作先知講道的是對人說，要造就安慰勸勉人，就係咧神嘅説話，佢點樣咧？佢會造就建立我哋嘅生命，安慰我哋嘅心，勸勉我哋點樣離開罪。即係神嘅説話咧，係會陶造我哋整個生命嘅，成個生命改變。大家有冇經歷過聖靈同你講嘢，叫你離開某啲罪，叫你信靠佢啊？嗱，呢個就係神去造就我哋、建立我哋、安慰我哋。你煩惱嗰陣時、憂傷嗰陣時，有冇經歷過聖靈安慰你咧？同埋咧，勸你啦，勸你離開罪啊！腓立比書四章十三節，我靠著那加給我力量的，凡事都能做。呢度咧就講到俾我力量喎，咩都能夠做。好似我而家咁樣，我去到好多國家。我以前咧，我去到宣教嘅時候咧，我就諗住幫人經歷聖靈，然後咧我就訓練佢傳福音。訓練佢咧處理生命，呢個係我初步嘅。但我後來我發覺，其實嗰啲傳道人先最需要。咁神就俾我力量，揾出方法點樣激勵嗰啲傳道人，亦都明白傳道人嘅需要，點樣去同佢講説話。咁嗰啲傳道人都得到幫助啊。咁神就俾我呢個策略啦。我去嘅時候唔好淨係幫助平信徒，因為平信徒咧，佢哋即係佢哋雖然得幫助係重要，但係咧佢唔會影響成個地區啊。但如果傳道人改變，佢就影響整個地區同埋影響佢教會，所以我去到個目的就係去訓練傳道人。並且有時有啲人同我講，佢話咧，我想嚟多啲做多啲報道會，我話我會做。不過咧，我最緊要唔係做報道，我最緊要咧唔係淨係做醫治聚會。佢好想我哋做醫治聚會，但我最緊要咧係訓練到人去服侍。咁你哋為人祈禱都得醫治，我醫治祈禱我一次聚會只係幫到一班人，但你哋可以，神可以使用你哋。其實神每個人都你親近神，你都會有神的能力和恩賜的，所以我就將個方向轉了，我就話明俾佢聽，我可以做呢些醫治的聚會，可以做報道會，但我目的不是最主要呢度，最主要是訓練你哋識得做。以賽亞書四十章三十一節，但那等候耶和華的必重新得力，他們必如鷹展翅上騰，他們奔跑卻不困倦，行走卻不疲乏。嗱，呢經文咧，你捉實。等候耶和華嘅必如鷹展翅上騰，哇！嗰啲力量，而家我哋上網咧可以睇到啲影片咧，係以前從來唔會見到嘅，就係咧
從鷹的角度放落嚟，佢就點樣？佢將一個相機仔綁咗個鷹嘅嗰個頸啊，應該係頸嗰度啦。咁然後佢飛嘅時咧，睇住哇高度咧，嗰啲大廈根本你就見到一粒仔嘅，好遠好遠路，即係自然睇落好似個地圖咁樣樣嘅，即係限得咁高，嗰啲鷹可以飛到咁高嘅。咁然後一路飛落嚟，一路風嚟，一路咁樣衝落嚟，啊！你睇到嗰種力量啊！即係神俾鷹真係有一種好好大嘅力量，可以飛到咁高空，可以咁樣衝落嚟，好高速咁樣衝落嚟。咁呢個聖經話俾我哋聽，等候耶和華嘅都係好似如鷹展翅上騰，能有呢種力量啊，能夠飛上去。其實神預備我哋每一個都可以飛上去嘅，不過有好多基督徒咧，就成日都係做地下嗰啲雞啊，嗰啲雞咧永遠都喺個地下度嘅。就不是做一隻鷹啊！如果個鷹咧成日都跟住啲雞啊，即係假設噶，即係呢個古仔啊。嗰只鷹咧成日都跟住啲雞喺個地下食嘢，佢食食下咧都食飽啦。佢忘記咗佢會飛喎，只鷹都可以忘記咗會飛喎。基督徒都可以忘記我哋可以高升嘅。雖然每一個人去做嘅不同，但係你可以提升提升。咁譬如我哋中間有啱啱洗禮嘅姊妹啦，佢都想受訓練去講道喎，咁佢就操練去講道。其實我哋有不同的人都可以操練，無論是輔導、為人祈禱、講信息、分享、安慰人的心、去探訪、傳福音，我們全部都可以受訓練，我們可以被提升，去提升到能夠幫助任何人的問題。這個就是聖經能夠造就我們，不是只是經歷神，而是有神的話語能夠有這種力量。聖靈隨時用聖經跟我們講說話，这个是我发觉很奇妙的，我越来越发觉圣灵的声音很清晰。我今早在第二个教会讲道的时候，在敬拜的时候，忽然间神就给我意念了，就是我可以在这里，因为我们很多时候我都 去宣教，上午去宣教，下午在这里聚会。于是呢，我就有时候就上午忙碌又紧紧回到来，神给我意念就是说减少那些先，一可以就在樓下早啲翻嚟，喺樓下報道，喺樓下報道就整一個咧細嘅易拉架，咁咧就能夠有一個簡短嘅信息。咁而簡短嘅信息，我會想有嘅咧就係咩咧？耶穌能夠凡事幫我哋嘅，凡事祝福我哋。咁可能有啲圖畫啊，啲人憂傷啊、瞓覺啊、失眠啊，或者各樣問題，耶穌都可以幫到我哋。咁啊，就整一啲單張，咁咧我哋中間嘅姊妹已經整咗一張嘅單張，但我可以有不同版本嘅單張，咁咧我哋就可以不同嘅人去用。咁咧當你用嘅時候，哇，可以帶到人信耶穌，有啲話要祈禱，佢經歷到更新。咁我哋更加有激勵喎，神就俾我呢個意念，神其實俾我好多意念。譬如我之前我喺去到宣教嘅時候，我冇特別要求係傳道人同埋牧師啊，同埋願意侍奉嘅人，但我而家係專係揾嗰啲嘅。同埋聖經學院就係神俾我呢個聲音啊，提醒我哋。其實個個都收到神嘅聲音喎。我哋一齊讀啊，《約翰福音》10:27，我啲羊聽我的聲音，我也認識他們，他們也跟著我。係咪有一小部分嘅羊？嗱，羊嘅意思係耶穌所指嘅，即係佢用牧羊人同埋羊嘅關係嚟到比喻神同我哋關係。係咪淨係即係羊即係代表信耶穌嘅人？係咪淨係有啲信耶穌嘅人聽到神嘅聲音咧？唔係喎，個個都聽到。咁你話我冇聽到啊？我以前都係咁諗，係有一個牧師同我講，佢好似你咁經歷聖靈，一定聽到。佢又話俾我聽，你好多時，譬如你心裏面有一種對話，神同你講啲嘢，又你又會對話，你回應翻佢，你喺度諗係咪咁樣做？你係喺度思考，喺度以為係自己思考，其實係神同你講緊嘢。約翰福音16:8一齊讀啊！他既來了，就要為叫世人為罪、為義、為審判自己、責備自己。嗱，呢個聲音一定個個都有嘅，係咪啊？聖靈嚟到咧，就會叫我哋為到我哋嘅罪，為到公義，即係我哋應該點樣遵從神，同埋為到將來嘅審判，會自己責備自己，我有罪嘅。我自己都信主嗰陣，我發覺係特別敏鋭到我嘅罪嘅。呢個就係神俾我嘅聲音啦。大家有冇呢個聲音啊？即係犯罪覺得唔舒服咧？呢個就係神提你嘅。亦都有啲人咧，神又提你揾耶穌啦，去親近耶穌啦，咁呢個都係神提你喎。敏感罪嘅聲音，即係知罪嘅聲音，係第一級。下一級咧，你聽到嘅時候咧，可能咧
嗱，我喺初信嘅時候，我一聽到我已經發覺神一路提我喎，一路俾啲意念我嘅。大家有冇留意喺聽到嘅時候，神又會俾呢啲意念你點樣去改變，點樣去行咧？嗱，呢個就係神同你講嘅嘢。然後咧，日常生活神會提你話：你唔好講大話啦，你唔好嬲人啦，你原諒佢啦，祝福佢啦，全福音嗱，呢啲都係神同我哋講説話。咁你越留意咧，你就會發覺神又會俾你一啲新嘅意念。是怎樣去發揮你的生命的，我希望大家都會看得到，即原來神經常跟我們說話。腓立比書2章13節更加解釋這件事，因為你們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們心裡運行，為要成就他的美意。基督徒很多時候以為我們立心要做什麼，我立心去傳福音，我帶這個朋友回來，以為是自己做，其實是神在我們裡面運行，為要成就他的美意。咁你話咁明明係我做，咁到底神做定我做咧？到底我有冇我自己？因為神做緊我咧，係咪神做緊我喺度同我講嘢？我其實冇咗我噶啦，已經又唔係，係兩個人一齊，即係我哋同神一齊。我哋咧喺度立心嘅時候，其實神喺裏面做咗工啊。嗱，咁你但係你話咁基督徒都有負面嘅聲音喎，都有邪靈嘅聲音，嗱的而且確有。嗱，我哋裏面會有呢個負面嘅聲音，亦都有神嘅聲音。因為神的聲音，總之凡是跟聖經的話語是相符合，是祝福人的，出於神的方法呢，這個就是出於神的，並且你走出來你會真的幫人呢，這個就是神在我們心裡運行，為要成就祂的美意。我們就說神啊，你真好，原來我會這樣傳福音是神感動我，原來我會回來是神感動我，原來我會去幫人，原來我會去祈禱，都是神幫助我，都是神提我的。這個時候呢，你的心就會看到原來神跟我們很近，在這裡有多少個人你覺得神很近，即是神真的跟你說話的，有多少個你感覺到神提你的，這個就是神真的活在我們心裡面。神不是很遠的，因為我的羊聽到我的聲音，耶穌說馬太十章十九節，你們被交的時候不要思慮怎樣說話或說什麼話，到那時候必賜給你們當說的話。這裡就講到當我們被審判的時候，被人捉了去逼迫，你不用害怕，神會親自話教俾你聽，話俾你聽講咩説話。如果神會話俾你聽講咩説話，神會唔會保守你呢？神會保守你。可能你話咁嗰陣時，可能我俾人打死都未定喎。就算我哋俾人打死逼班嘅時候，神都會保守你嘅生命喺神嘅裏面。神會即係如果佢同得你講嘢，佢一定會祝福你。所以咧，我嘅決心就係我唔緊要，我嘅生命唔緊要，我已經與基督同釘十字架，我仲要行曬神嘅路。我的心就會釋放，我就不受他影響，我越不受影響，我越被神講嘢，我越講出來的說話就是神的聲音了。所以呢，隨時有聖經在裡面呢，就容易收到神的聲音。有沒有發覺在煩惱的時候容易有些經文彈出來，有些罪想犯罪的時候有經文彈出來，如果你熟悉聖經就是這樣，你越熟悉聖經你越容易收到神的聲音的。好了，然後跟住就是聖經一起讀，聖經幫助我們有堅定穩固的屬靈生命和有正面思想。有很多人信耶穌，不過他的屬靈生命是一時一樣的，一會又起一會又得下的，但我們可以穩陣的。哥羅西書2章7節，在他裡面生根建造，信心堅固，正如你們所領的教訓，感謝的心也更增長了。這裡講到在神裡面生根建造，信心堅固，正如你們所領受的教訓。什麼教訓呢？就是聖經的教訓。你就領受到這個聖經的教訓，裡面就生了根，是很穩陣的，我堅定深信神的說話，我一點都不搖動，那你的信心堅固就是建立我們的靈命了。創世記50章20節，從前你們的意思是要害我，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，要保存許多人的性命，成就今天的光景。這句說話呢，就是約瑟說過，他被他的哥哥呢賣了去埃及，本來真的很多人，如果你被人賣了去非洲，你會不會很充滿憤怒？你想想，如果你被你家人捉了去賣了去非洲或某一處的地方，你會很生氣，為什麼你有沒有搞錯，你會做出這樣的事出來，可能以後都在憤怒裡面。但是約瑟他是深信神一切恩典，他滿有神的說話，所以他能夠懂得說這句說話。他說你們的意思是害我，但是神的意思原是好的，要保存他的生命，聖靈就是他時時有神的說話，有神的教導，所以他能夠說出這句說話出來。即是說個人什麼環境
都信心堅定穩固。好啦，同埋咧，聖經咧叫我哋喺困難中倚靠神喎，即係你譬如你有患難、有病、家庭有問題，喺乜嘢困難都好，我哋都可以得到幫助嘅。一齊讀嚇《哥林多前書》十章十三節：你們所遇見的試探，無非是人所能受的，神是信實的，必不叫你們所受試探過於你們所能受的。在受試探的時候，總要給你們開一條出路，叫你們能忍受得住。嗱，呢句經文咧，你捉實。神咧話俾我哋聽，我哋遇見嘅試探都係人所能受嘅。你遇到咩困難都係人所能受，係受得到嘅。係邊樣嘢受唔到呢？將來有啲人受唔到嘅就係地獄，地獄係受唔到嘅，所以你唔好去地獄。喺地上咧，你有神，你信靠神係受得住嘅。如果冇耶穌係受唔到，但係咧有耶穌嘅時候，我哋受得住嘅。神係信實嘅，必不叫你們受試探過於所能受。即係神係信實，佢應承咗一定會保守我哋。不會叫我們受的試探太大的，在受試探的時候總會給我們開一條出路，叫你忍受得住。試探就是什麼呢？引誘或者是困難，就是引誘我們犯罪，或者困難令到我們懷疑神、擔心神，神一定為我們開出路。所以你有困難都要捉實神。哥林多後書四章八節：我們四面受敵卻不被困住，心裡作難卻不致失望，遭逼迫卻不致被丟棄，打倒了卻不致死亡。哇！保羅嗰種攻擊幾緊要，你諗下，四面受敵，哇！卻不被困住，即係前後受敵。可能咧喺甚至有啲信主嘅人，譬如哥林多教會有啲逼迫，有啲即係有啲唔聽話，俾佢一啲嘅唔好嘅，即係啲攻擊。然後咧跟住咧就係、是。猶太人不信他所講的説話，攻擊他。羅馬人也後來攻擊他，即是說他四面受敵，但他不被困住，因為他知道神的恩典。其實我現在給出你的都是一些金句，都是神的應許，你捉實他你就會站得穩。他說他 卻不被困住，心裡作難。這個作難的意思就是 puzzle， 即是困惑，即是有困難，為什麼會這樣，為什麼那些人會這樣呢？卻不致失望，就算有困惑，不知道為什麼是這樣，但我不會失望。遭逼迫卻不被丟棄，打倒了卻不致死亡。即是他在一切困難中，他拔著神，我一定站得穩的。其實我都試過是經歷困難的，我經歷聖靈充滿之後，神給我一段操練的日子，是經濟是不穩定，是有困難，是有人的攻擊的說話，但是我堅定拔著神，我依靠神一定是得力的。其實當時周圍的人都是在說我的，都是即是不接受啊。咁亦都咧有其中一些咧就係點咧？以前我很熟悉的人幫過他很多，他咧係以前很歡喜我的，但係聽我一經歷聖靈即刻拒絕，即係有不同的呢啲咁嘅經歷。但係咧我就深信神一定是最好，我就堅定掹住神嘅。嗱，聖經亦都係我哋爭戰的兵器喎，以弗所書六章十三節一起讀啊。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，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，并且成就了一切，还能站立得住。嗱，呢度讲到呢个属灵争战，就是我哋同呢个魔鬼争战嘅。我哋因为魔鬼系见到我哋跟从耶稣，佢系想同我哋打仗。嗱，嗰种打仗咧就唔系好似有啲人所讲嘅，即系有啲人咧就发烧又话魔鬼攻击。嗱，有即系我唔否认可以系，不过咧就唔好乜嘢都话，哎呀今日。唔見咗張車飛又係神係魔鬼攻擊啦！今日咧有啲咩失望咧又係魔鬼攻擊，即係唔需要咁諗，因為你行神嘅路，魔鬼攻擊唔到你。你只要掹住神，魔鬼就攻擊唔到你噶啦。咁呢度講到乜嘢咧？要攞起神嗰次嘅全副軍裝，喺磨難嘅日子抵擋仇敵，並且成就一切站立得住喎。咁跟住講到嗰啲軍裝係乜嘢咧？就係真理啦、公義啦、信心啦。救恩的頭盔，福音的鞋，聖靈的寶劍，都是神的真理。即是你有神的真理，你就站得住，你就跟從神，你就打贏了，你不用怕魔鬼會打贏你的。有些人說他不敢跟人講邪靈，他就怕跟人講邪靈因為被魔鬼攻擊，他就覺得魔鬼很厲害的。其實魔鬼不厲害的，魔鬼被耶穌已經踩了在腳下了，我們都有權柄將他踩在腳下，所以我們不需要怕他的。在我來講，從來有人要求我為他講邪靈，我從來都不爆。等我想一下先，等我第二天先，我不會，我即刻就幫他做的。
因為咧神吩咐我做，你要出去使萬民做我門徒。信嘅人必有神蹟，除咗佢，除咗佢哋就係奉耶穌名趕鬼、手按病人，病人就必好好了。就係耶穌吩咐我就出去做。咁希望大家都係咁樣樣啦。以弗所書六章十七節一齊讀啊，並戴上救恩的頭盔，拿著聖靈的寶劍，就是神的道。嗱，呢個寶劍係咩咧？就係神嘅説話。神嘅説話有能力，你捉實神嘅説話，你就能夠打贏魔鬼。因為聖經話咗，我哋可以踐踏蛇同蝎子，所以我哋有呢個兵器，我哋企穩。咩情況？就算有人話我唔緊要嘅，有時基督徒都可以成為魔鬼嘅工具喎。佢會傷害人，令到人失望。但係佢令我失望，我唔使俾佢影響。就算係基督徒，就算嗰係傳道人，我都唔使俾佢影響，因為咧佢有問題，我唔需要俾佢影響。我捉實神嘅話語，我行神嘅路就得㗎啦。咁呢個就係我永遠堅持嘅。點解我唔受人影響？就係我堅持，我跟從神一定得福嘅。路加福音十章十九節。我已經給你們權柄，可以踐踏蛇和蝎子，有勝過仇敵一切的能力，斷沒有什麼能害你們。就是已經給我們權柄，可以踐踏蛇和蝎子了，已經踩贏踩到他了。所以在創世紀那裡講到呢，神怎樣講呢？他說呢，婦人的後裔，魔鬼和魔鬼的爭執是怎樣？婦人的後裔就是講到耶穌。他說蛇要傷婦人的後裔的腳跟，但是他要傷你的頭，即是他傷害耶穌呢，只是即是不至於，他是耶穌的而且他是死的，但是他是復活回的，所以他傷害呢不是永遠的，但是耶穌傷他是永遠的，是傷他的頭，是完全是致命的。所以我們有這個權柄，我們可以勝過魔鬼，我們不需要怕魔鬼的。我一點都不怕的，跟人講邪靈我一點都不怕。你怕呢反而被魔鬼留地步，你又怕死了死了做不做到，不是你做不做到，是神做到。一起說，我們趕邪靈不用怕自己做不做到，是神做到。其實如果我們試過跟人趕邪靈，你真的有機會試一下，你就會信心增加的。但也都會考驗，你可能會怕，但是呢你有堅強的信心去做的時候，當你哇發覺你真的可以的時候，你就會有更大的信心。在趕邪靈的時候，可能呢邪靈真的會攻擊的。我試過一次呢，我那個攻擊呢，但我們不用怕的，你行耶穌的路就不用怕。我試過一次跟一班組長，我們開組長會的時候，是其中一個呢，他有潛伏的邪靈，我不知道，在祈緊禱的時候他就有邪靈的彰顯。那我就望著眼，我就奉耶穌名吩咐邪靈出來，一望著眼他即刻呢，他就即刻擰轉頭望你一個人，是一個很兇的眼神，他看我都是很兇的，但我一點不怕他。他很兇，但我很平靜地看著他，奉耶穌名吩咐邪靈走。他立刻另外望另一個人，那個人整個人反彈，整個人彈到那個梳化度，即是整個人立刻很害怕。那我過後問他為什麼這樣，他說我知道誰在軟弱，即是魔鬼知道誰在軟弱裡面，他就攻擊那個。但是你行神的路，你說罪是不好的，我倚靠耶穌，親近耶穌，我就永遠都是得勝的，我就如鷹展翅上騰，沒有東西能夠勝得過我。你相不相信是這樣？那你就越來越得力，你的生命越好，越被提升。其實是不是很難呢？其實不是很難的，因為是給了你的嘛，神已經給了你，是你捉不捉實的嘛，你捉實就得了。哈利路亞。好了，跟著我講金句。以上我們講了聖經對我們的幫助，我們再看一看聖經可以給我們得幫助的地方，幾個重點一起讀。聖經叫我們認識神和對神有信心，第一叫我們認識神是怎樣的和對他有信心，第二聖經造就屬靈的生命，造就安慰勸勉，第三聖靈隨時用聖經向我們講說話，就是聖靈會當你越有神的說話，他越容易跟你講說話的。跟著呢，但我也有這樣的經歷，我們有人是怎樣呢？他沒有不識那個金句，未見過那個金句，但是聖靈會跟他講那個金句出來。咁當然我希望不是這樣，希望你熟悉，於是聖靈能夠更容易使用金句。但有人真的他不識某個金句，但神會用那個金句來到告訴他聽的。跟著啦，聖經幫助我們有堅定穩固的屬靈生命和有正面的思想，就是思想是正面的，是有神裡面的屬靈生命。跟著呢，
聖經叫我們在患難中倚靠神，在患難困難中倚靠神，同埋聖經是我們爭戰的兵器，聖經是非常好的，希望大家珍惜。好了，講到金句，金句什麼意思？因為聖經有些經文呢就不是對我們屬靈有直接的幫助的，譬如其中講到猶大出賣耶穌，跟著他出去吊頸死，這句是不是金句來的？即是我們沒人念過那句金句，那句不是金句，沒人念那個經文的，因為我們知道這個事實，但我們不會念。咁譬如有啲經文就係講到啊，司徒又佢哋又搭船去到邊個地方，咁呢啲係咪金句嚟㗎？呢個唔係金句，只係講佢去到邊度。咁呢，但係金句咩意思咧？就係話喺聖經裏面有啲特別有意義嘅經文，係對我哋好有幫助嘅。咁我哋張紙咧就係寫出一啲嘅金句嚇。嗱，約翰福音三章十六節，我希望到我都識念，一齊讀啊！神愛世人，甚至將他的獨生子賜給他們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滅亡，反得永生。嗱，呢個經文好好嘅。要一切信他的，因為神愛我們，將耶穌給我們，一切信他的都不至滅亡，反得永生。這個是人都懂得，應該懂得念的，等你全福音一定要用的，這個經文是不是？約翰一書一章九節，我們若認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實的，是公義的，必要赦免我們的罪，洗淨我們一切的不義。這個全福音又很有用，他 有罪，我們就認罪了，神是公義的，是信實的，是公義，一定赦免我們的罪的。由西番雅書三章十七節，他在你們他在中間必因你歡欣喜樂，默然愛你且因你喜樂而歡呼。咁呢個經文講到神嗰種感情啊、喜樂啊，都係一個好好嘅經文。咁咧就我覺得係會讓我哋認識神嗰種喜樂同埋愛啊。呢個都係一個金句，其實有好多嘅金句，你覺得對你有幫助，你就可以練咗佢噶。好啦，點樣背金句呢？一齊讀一讀嚇。第一就是重複讀和背誦，重複讀和背誦，跟住呢用小紙 一張小的紙寫著經文隨時看，即是譬如好像這張紙這樣你寫了它，或者你可以放在手機又可以，又不知道你方法怎樣做法，跟住再平日不同時間背誦，有些經文是先背意，有些是準確地背誦，意思是什麼呢？即是只是背了個意思先，記得個意思，有些就是準確地背誦。其實基本上就是你重複去講、重複去念、重複去用的時候，慢慢初頭你就緊緊記得。我希望大家背這些金句，就你背了今次你就不是就停了，你背了今次可以告訴你，如果你再沒有讀，你一個月後就忘記了，你是要再讀回的。當你再讀回的時候，你就會越來越熟了，越來越記得了。所以你發覺我們念金句可以很快的，即你很熟習，不過你講出來就沒那麼快了，即是 你傳福音你就沒那麼快了，但是你自己念的時候可以念得很快的。還有背誦金句還有什麼好處呢？也都幫助我們有好的記憶力，有很多人很難有記憶力和很難集中，思想不得連貫，講信息不能夠連貫，好像你見我這樣，其實我有時我講同一篇道，我可能每次都不同的，我用不同的例子、不同的方法去講，因為呢在我裏面已經是很即是神的話語很自由的流通、很自由的應用，在我裏面都記得很多的經歷，很多記得很多神的作為，所以我隨時即都能夠講出這些嘢，因為神給我呢是特別即是專注在聖經的記憶最好的。我對於中文名的記憶不是那麼好的，但我對於聖經的記憶是非常好的，即是神呢是可以幫助我們記憶力更加好。第二呢就是預防老人痴呆症，就是你想你的腦筋更加靈活，你越多念聖經是越好的。好了，另外念聖經都是去思想這個發揚神屬性的查經法，即是經文看到神的愛的時候又想回這個經文講到耶穌怎樣憐憫人的，我們就想到神的愛，想到神的愛怎樣呢？第一，他的屬性，即是看經文都要看神的屬性，神的屬性是這麼美好的，祂真的很愛我們，在這個世界上沒什麼人愛人的，沒什麼人真的很愛人，但是神呢是永遠都掛著我們，經常都掛念我們，經常都關心我們的，祂是有無限的愛的。那你就經常想著了，你要念個金句的時候，神愛世人，神真的很愛緊我的，神呢因你歡欣喜樂，默然愛你且因你喜樂而歡呼，祂真的呢因你歡欣喜樂，很開心的，
咁你嘅心裏面就諗住，哇！神真係一個開心果嚟噶。我時叫我太太做開心果，佢真係開心果嚟噶。我又諗到神咧，神又係開心果嚟喎。即係你知道神嘅屬性，神就係開心果，又係愛心果，又係憐憫果，即係咩嘢好嘅嘢佢都有曬嘅。佢又愛我哋，又賜我哋恩膏，於是咧就激勵我哋感激神嘅愛，活在神嘅愛中啦。即係當你念金句嘅時候，神愛世人，你就神啊，你真係咁好，你嘅愛就激勵我啦。然後咧，我就被神嘅愛激勵，我就更加愛神愛人啦。呢個就係念金句，你點樣入心啊？你唔好淨係念，有啲人猛咁念喎。先求神嘅國同埋佢嘅義，一切加俾佢，但係佢又會擔心嘅。佢又念就念咗，但係冇應用出嚟。但你念咗神，既然神應承一定做，佢一定會幫我嘅。咁所以你嘅心裏面就堅定啦，堅定不移。我知道神一定幫我嘅，心裏面知道神係咁美好嘅。大家係咪好中意神嘅性情啊？我希望大家好中意神，成日越睇聖經咧，越中意神嘅性情。我喺神會服侍我哋，佢為每一個信徒洗腳，每一個佢都服侍，呢個係神好大嘅愛。咁你嘅心就感謝神，神啊，你咁多次服侍我，咁多次保護我，咁多次醫治我，咁多次咧保守我平安，咁多次感動我唔好犯罪，你就好中意神啦。咁咧就中意神嘅性情，感謝神嘅佢嘅服侍。然後跟住點咧？一齊讀啊！第一，感激神嘅服侍；第二啦，深信施比受更有福；第三啦，放下自私；第四，甘心服侍神和人。當你願意感激神嘅服侍啦，咁你又深信。即感激神又享受神啦，又哇神服侍我真係好啦，又深信我施比受更為有福，咁就放低自私，跟住開始祝福人咧，你嘅生命改變。嗱，我鼓勵我哋中間嘅人，你唔使等到你好成熟，你都可以幫手去為人輔導同埋服侍祈禱喎。你開始去做，你可以跟下我哋去做，睇下我哋點樣做。咁你開始做嘅時候，發覺咦幫到人喎，你就繼續越做越好嘅。呢個係需要時間，需要進步嘅。咁我希望大家都係咁啊！神咁服侍我哋，我哋就去服侍人啦。你在我前後環繞我，按手我神在我身上。你記得神喺度服侍我哋。耶穌話：我若不洗你嘅腳，你就與我無份。我就記實耶穌洗我腳，所以我都要去洗人嘅腳。我哋就去祝福別人。咁嘅時候咧，你嘅生命就提升啦。同埋神係喜樂嘅，神係喜樂。哇！你去到天堂見到佢開心果嚟嘅，真係成班個個喺天堂嗰啲個個都開心果嚟嘅喎。有一套電影咧，如果大家有機會可以睇咧，睇翻我唔知喺 YouTube 睇唔睇翻，好多年之前嘅叫 Music Box， 不過係英文片嚟嘅。如果你識得英文，但你唔識英文都得喎。呢套片好容易睇嘅，即係大家應該試下揾下 Music Box， 即係音樂盒。咁咧佢嘅內容係咩咧？係講一個城市好憂傷嘅。整個城市好陰沉嘅，咁就講到有一個基督徒，佢都係好憂傷啊，陰沉嘅。佢放工翻屋企嘅時候，又係好沉嘅腳步，好低沉嘅面容，咁樣係咁憂憂愁愁咁翻屋企。但係有一日佢翻屋企嘅時候，行到一個街角，一個後巷嘅街角，就忽然間咧就見到一班天使喺度喎。嗰班天使喺度咧，見到佢咧就喺度唱歌，又喺度跳舞。佢初頭咧見到就好驚訝，佢就擘大眼望佢哋，跟住咧就越睇咧越開心。跟住佢又喺度跳，喺度笑，好開心喎。跟住咧天使就走啦。當佢天使一走嘅時候，就留低一個音樂盒喺度。跟住咧佢就開嘅音樂盒，一開嘅音樂盒咧，跟住咧嗰啲音樂就播翻出嚟。咁佢又好似哇跳舞喺度跳舞咁，好開心。咁佢翻到屋企又唔敢講俾佢太太聽先喎。佢就翻到屋企咧，佢就匿埋喺廁所，匿埋廁所咧就攞個音樂開，你一開啦，哇啊！你都哇好大聲，佢即刻冚翻埋，即係佢要喺呢個地方咧，唔好咁，即係可以有啲私隱嘅。佢咧就日日掛住幾時開個音樂盒咧，可以聽翻個音樂，好開心。佢又冇話俾佢媽，佢太太又唔係媽咪，佢冇話俾太太。有一晚咧，佢就喺度瞓覺啊，忽然間天使出現。他真的想那些天使不要做不要做聲，我太太天使說我給你的不是只是給你，是給你家人的嘛。那他的天使又在跳舞了，一直唱歌了，跟著他太太醒了，他太太又是這麼開心。那他就知道了神要他是宣揚出去，那他就拿著音樂盒出來開給人其他人聽。
嗱，呢個電影就係咁啊，因為佢好多係動作嘅，所以你唔識英文你都可以睇到佢講乜嘢嘅，即係係好動作。當你睇嘅時候，你都感受到很開心。天堂就係咁嘅，天堂就係充滿開心果。天堂有一個開心嘅地方，我哋基督徒應該係咁樣嘅。但係好多基督徒咧就覺得好開心嗰啲咧就係瘋狂，佢哋就唔會覺得好開心係正常。咁我希望大家睇到神嘅屬性。你去到，如果你去一去天堂，你就知道，哇！原來神咁開心嘅，點解我做人做得咁苦呢？咁你就成日都係一路諗住神嘅開心，咁咧就有神嘅屬性啦。然後咧，神又賜喜樂，又賜喜樂恩膏啊！呢位人祈禱人可以經歷喜樂嘅。其實我睇翻一啲短宣嘅影片啊，因為我啱啱咧，尋日咧有啲時間，用啲時間去剪接咧，我就發覺，應該係前日啦，講錯咗，係前日。咁我剪接嘅時候，我發覺哇，真係神真係好，神真係做咗好多工作。我就會將佢一啲咧剪出嚟咧，就會整成一啲影片啊。即係其實有啲已經放咗喺網上嘅，咁但係咧，我就會將佢一啲組合出嚟。我真係覺得神好，將喜樂嘅靈賜俾我哋。好啦，咁我哋可以點做咧？一齊做啦。第一，放下煩惱；第二，信神是喜樂的；第三，親近神；第四，選擇活在喜樂中，就日日選擇活在喜樂。你係咪日日活在喜樂中之中咧？有些人說回來祈禱就喜樂一點，回家 又憂愁回，其實神給我們是已經有的，個都有這個音樂盒的，你一親近神就有的了，你又不要等到回來才開，在家就開了，在家就從神得力。神的柔和謙卑，你看到經文，我心裡柔和謙卑，你就喜歡神了。神呢不巴渣，不強迫人， 不去捏著你頸來改變你，神是很柔和地去改變你的，神是柔和地去感動我們的，這個神的屬性和祂的恩典。那怎樣遵從呢？一起讀啊，信服神柔和的感動，神柔和地感動我們，我就信服祂了。第二，感激神的柔和謙卑，神真的好了，神不是巴渣的神，不是好像中國那些封神榜那些神，那些封神榜的神都打架的，我們的神是非常柔和謙卑。第三，放下剛硬。第四呢，柔和地服侍神和人，即是那些經文改變我們，我們又去改變人了，感謝神。還有神掌管一切都幫我們，神掌管一切，這個宇宙萬物都是神掌管的。那你跟著怎樣呢？一起讀，神掌管和看顧我們的生命，我們知道神掌管我的生命，那怎樣跟從呢？我信靠神管理我的生命，放下擔心，將整個生命交託給神，有什麼事發生我都不擔心，因為神一定祝福我，一定提升我，咁呢個咧就係有信心啦，可以被神大大使用。嗱，當我哋出去傳福音咧，我哋就需要更多人踏出去喎。當你時時有神嘅話語，你就係滿有生命，滿有神嘅屬靈生命。你踏出去咧，我哋就睇住啲人改變。但係我哋首先要堅固我呢班人，但係咧我哋已經有班人可以出去嘅，我哋就出去。咁希望大家咧，你嚟到當中唔係淨係接受服事祈禱，唔係淨係接受教導，你係操練好自己，神啊，我可以開始做，我都是清楚信耶穌，我都是親近神的，我就可以被神用的了，感謝神。所以背聖經是幫我們在神話語扎根，祈禱找一找。我們曾經去過一個地方，有個導遊帶我們走那些山，他就給我們看一棵樹，他說這棵樹呢，那些木是最硬最硬的，找隻手敲，哇，直情好像鋼一樣的。他說如果你用力用一手一拳打落這個，是你的手會裂的，他不會裂，你一拳打落去。一個倚靠神的人，有神的話語的人，他是穩固到是沒有人能夠震撼我們，沒有人能夠改變我們，沒有人能夠傷害我們的，即是任何人做任何事在我們生命中，只要他看到神的恩典，不是我們被他挫折的。所以我求主幫助我們大家時時咧，深深滿有神嘅話語，滿有神嘅恩典。嗱，我哋今日記唔記得翻我哋今日嘅金句啊？我哋一齊起身，一齊去背翻我哋今日嘅金句。羅馬書五章七至八節：為人死是少有的，為人人死或者有感作的。唯有基督在我們還作罪人的時候為我們死，神的愛就在此向我們顯明了。當你深信這句說話，沒有人會撲出去為一個罪犯，因為救的罪犯而被個車撞到的，但是基督是當我們還作罪人敵擋他的時候，神就為我們死，耶穌為我們死，
是很大的恩典，那你就是神。这个金句就让我们知道神的爱就是以至于死的。我们神啊，多谢你，但我们从我心底处我们就感激神这种属性，即是神的爱是去到死的。在这个世界上有没有人的爱情去到死呢？有的，不过很少很少很少。有些可能爱情去到闹交到死那些会有，但是呢真的会肯为对方死呢，是真的很少很少。但是神的爱就是这样的，那你的心就感激神，多谢天父。我一起祷告，神啊，多谢你，因为你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。主啊，你的话语一解开就使愚人有智慧，叫我们能够有通达的智慧。多谢天父，多谢天父的大恩。神啊，你的话语比律比蜜甘甜，且比蜂房下滴的蜜甘甜。神啊，你的话语比最蜜的蜜糖更加甘甜。当我们知道神这么爱我们，掌管天地的神是这样爱我们的时候，我们的心就平稳安静，就没有担心，没有忧虑，没有重担，没有烦恼。神啊，教导我们渴慕你的话语，渴想神的话语，渴想活在神的话语里面扎根，有神的话语扎根，以致我们的信仰不摇动，受逼迫不摇动，被人家拒绝不摇动，整个人是稳定的。多谢天父，赞美天父，感谢天父，求主赦免我一切的罪孽。我请大家跟我一起去祈祷，真心的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多谢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，多谢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。你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，你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，是我们路上的光，是我们路上的光，是使愚人有智慧的，是使愚人有智慧，是赐给我们生命的，是赐给我们生命的。主耶稣，我们多谢你。主耶稣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。若不藉着你，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。神啊，你就是生命。在你里面我们有生命。多谢耶稣，求你帮助我们捉紧耶稣，捉紧神的说话，要我们真心悔改认罪，信靠耶稣做救主，承认我们一切的罪，知道我们需要耶稣做救主，求耶稣拯救我们的灵魂，将永生赐给我们，又帮助我们回应神，愿意服侍主。多谢耶稣，感谢天父，赞美天父，神的恩典够我们用，我们真心悔改信靠耶稣就必定得救，我们愿意接受耶稣做我们救主，得着永生。多谢耶稣。